10月16日，迪丽热巴在微博发布首条 Vlog。 在视频中，迪丽热巴记录了她前往雅典的经历。为了买好吃的面包，她奋力地奔跑在街头，结果却发现到达了错误的店面。在成功买到面包后，又发现自己买的蛋糕忘记拿，结果在电梯上来来回回奔跑，十分逗趣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哇，这里好好看哦。